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小数的乘法。小数的乘法，这样吧，我们用这个来，一个是粉色，一个是白色，来拿这个做单位来看。好，第一题，别着急。你知道不知道四乘以六等于多少？四乘以六等于24，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0.4乘以0.6，0.4乘以六，0.4乘以六，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做呢？Forget about everything. Nothing exists. Only pure numbers. Only whole numbers. 第一，四乘以六等于24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小数点后面有一位，这个小数点后面没有，所以是小数点后面有一位。这一个堂堂不能丢掉，要放到这个数字的结果里面，所以等于2.4。明白吗？来，我们再做一道，0.4乘以0.6，四乘以六等于24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第一个小数点后面一位，第二个小数点后面一位，一共两位，拿过来，一二，小数点后面两位。小数点后面是不是两位，对吧？来，我们再做一道，0.4乘以0.06，所以四乘以六等于24，谁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小数点后面一位，这个小数点后面一二，加在一起，一二三，三位。现在小数点后面三位，前面加一个零。小数点后面一二三，三位。Make sense? OK, 那么我们现在再做一道题，四乘以五。我们知道等于20。那么0.4。乘以五 ，Forget about anything. Nothing exists. You do not exist. I do not exist. Nobody exists. Only pure number. 四乘以五等于20。小数点后面几位？这第一个数字小数点后面一位，第二个数字小数点后面没有，没有小数点，所以还到这个下面，小数点后面要有一位，把它摁住，所以它的结果等于2.0。或者是二，那么我们再做一个，0.004乘以0.005，呼啦啦。Forget about anything, nothing exists, only pure number. The pure number we see here is 4, we see here is 5. 这里是四，这里是五，四乘以五等于20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数小数点，小数点后面一位，小数点后面两位，哎，我的堂堂，小数点后面三位，第一个数字小数点后面三位，第二个数字小数点后面一位，两位，三位，又是三位，加起来六位，所以小数点后面要有六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。二三四五六，呼啦啦，我都快没法写了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0.00002，这个可以就不要了，好吗？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们写小一点的，0.6乘以0.5，五乘以六。六乘以五等于30。小数点后面一位，小数点后面一位，一共两块糖糖，对不对？
两位，一二零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把这个做会了，其他的就都好做了。零点七五乘以四，七十五乘以四等于三百，对不对？小数点后面一位，两位，一位，两位，把它占住，最后的结果等于三，对不对？三或者三点零零，再出一个，零点二五乘以零点四，二十五乘以四，一块钱几个 quarter？ 一百。一块钱几个 quarter， 一块钱四个 quarter， 二十五乘以四等于一百，你一定一定一定定定定定定要记住，二乘以五等于十，四乘以二十五等于一百，八乘以一百二十五等于一千，这个 even if。You are very, very sick. You remember this, okay? Never, ever, ever, never forget. Okay, 好，这一道题，零点二五乘以零点四，二十五，下面有两个，零点二五后面有两位，那么小数点这个四，零点四，四是小数点后面的，小数点后面有一位。So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is all about.After the decimal point, after this beautiful decimal point, let's do this. This is the beautiful decimal point. Let's take a look. After the decimal point, there are two placeholders, two numbers, one, two, two numbers. After this, decimal point, there are one number. So, 小数点后面一位，两位，小数点后面一位。结果是不是三位？一二三，所以它的结果等于零点零零点一，后面的零可以不要，零点一，明白了吗？下面你们做这些练习，百分之百都要对，差一个再做，百分之九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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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百分之八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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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百分之七十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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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行，一直到百分之百。OK， 做一遍，做两遍，做三遍，做四遍，做十遍，做一百遍。问爸爸，问妈妈，问姐姐，问哥哥，问狗狗，问猫猫，问 computer。You can use computer. You can use calculator. 好不好？好，再见，同学们。